拿着标语握拳呐喊口号，这群退休教师与公务员怒控退休金变成政治牺牲品。我们国内的基金运作其实非常的黑箱，退辅基金进场50亿，劳退基金进场210亿，都是在高点。那然后它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要护住10,200点的盘，这就是护盘。对，那这样会导致我们的退辅基金跟劳退基金的收入变少，那收入变少，相对的我们的退休金就变少。觉得这老百姓的钱应该是要善用啊，资金的规划是要很必须分配的，不是把东墙补西墙。加码拿出图表对比欧洲与台湾劳退的差别，一样100万给他投资，10年之后，丹麦 ATP 的获利是277.61万，同样的10年，新制劳退只有40.92。政治归政治，我的钱归我的钱。请政治不要碰我的钱，请不要拿我的钱来护盘。因为现在的中长期的报酬率基本上大概就是3%左右，已经长期偏低，所以我希望透过不可以参与相关护盘，另外让相关的操盘的制度跟可以引进专业人士能够彻底改善未来操盘的绩效。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就透过 LINE 宣示，劳动基金、劳保、劳退政府都有妥善运用，光是2019年1月到3月就获利2100多亿，等于平均每位劳工的退休金增加了10,000块钱，要民众安心。东森财经新闻刘玉雄、黄福祥台北报道。